你跟你身边这边朋友都没什么好东西啊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你放屁，哥几个从小就不会撒谎，你又看啥了？他在我这儿，你找他啥事啊？我找他有急事，你让他接电话。你能找他有什么事？你俩处对象了？对，我俩处了，行了吧？啊，你让他接电话。啊，我就知道你们俩肯定有一腿，他现在接不了，他去地下挪车去了。他有鸡毛车呀，他啊，他挪啥车呀？啊。他挪我车了，我去喝，我喝酒了。看见没？没一句实话。嗯，他挪我车，我喝了，咋的？他喝你不喝呀？你懂鸡毛，这都是兄弟情谊。跟你姐妹打话也一样。不可能，你打。小黄在你那儿吗？不在呀。啊，行吧，没事了，挂了吧。他要没在你身边，老地方见呗。我先开，你过来。老地方36号机，你先开，我挂了。网吧，开机，别多想，网吧。网吧，哎，对了，我闺蜜后背纹身的好看吗？你闺蜜后背哪有纹身呢？她纹哪儿的呀？她纹肚子上的。我和那妹妹呀，把手牵。